伫咧台湾最青的歌声中，台南市暨南二二八绿树会1月28日伫咧市区的二二八公园举行，由着赖市长率领着市府同仁、家属代表以及民意代表，用着默哀一分钟，表达内心的不甘和着痛疼。二二八事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斗阵做伙抚平这个伤心甲痛痛，看到希望，看到未来，看到咱爱这片土地的心。咱的思念是力量，是土壤，是咱的心思是养分，是种子。今天我们聚集在此，将希望与未来种下，让我们重新再创造美丽的新家园。已经过了68冬的二八事件，赖市长伫个致辞时，首先向着受难者致上最高敬意，也向受难者家属致上慰问甲关怀。同时，赖市长也就着去年教育部强行修改高中历史含着公民教科书这件事讲，台南市的市政完全同学伫新的学期会继续来使用旧的教科书。过去六年外来，中央政府伫国民党的执政之下，并无愿意面对历史，我觉真相，互二二八的史实永远无法度通透明甲公开，甚至伫咧旧年二二八纪念日之前，教育部以违反法规、无合天时、摒弃专业，而且漠视事实的手法，强行修改，还佫有法律效力的高中历史甲公民教科书的课纲，当时清德率先坚决反对，经过民间团体提起行政诉讼，就在今年农历年前，台北高等法院已经判决教育部败诉。但是教育部不但表示要考虑上诉以外，仍然固执要伫后一个学期开始实施新的课纲，予人完全无人接受。清德要伫遮坚持对下一代使命，就是正确的史观出发，才能认同台湾、认同土地。所以台南市所下的四间完全中学，在新的学期，仍然要采用还佫有法律效力旧课纲所编印的教材书，无要接受企图予台湾民主倒退新的课纲。另外，赖市长也针对着蒋介石铜像表示讲，台南市学校内底蒋介石铜像拢爱全面来退出校园。伫咧今年二二八前进前，国内多数大学的蒋介石铜像去用破红漆，或者是挂布条啊，拿双手为亡灵忏悔定字眼。希望会当唤醒国人对威权统治的记忆，落实转型正义。清德今日伫遮呼应学生社团的主张，将成立专案小组，予台南市管辖内各学校的蒋介石铜像，伫咧上短时间内底全面退出校园，还予学校一个清气的学习空间。向威权统治告别，再次擦亮台南这块民主性的招牌。普京推举的巴达律师给我们深刻的教训与实践，所谓可以原谅，历史不能遗忘。面对真相，我们将心比心；面对历史，就是认识。面对未来，我们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态度，即是我们对广政者最大的尊重，以及台湾社会勇敢面对历史的真相。李向的受人族家属表达慰问了，赖市长最后是带着家属来到二二八纪念碑头前来献花。请象征包容、和谐、醒思的二二八纪念碑，并将手中鲜花放置于纪念碑前。然后，我们即将要签署和平中。我们祈求台湾，愿我们全世界永远和谐平安。祈求我们永远世界，我们同时为的李文正的意愿也大胆来致意，大胆的谢谢您。
都市会的各位好朋友，现在谢谢您将您手中的一份菊花献给我们二八受难者，来代表无限的救赎。其实我们大家能够非常的平安，也非常的快乐。当然，历史的教训我们永远记得。也希望我们大家凭着彼此和谐、大家快乐的心，能够在梦想更未来的明天，我们超和平中。